有一个人中了2亿。告诉吴宗宪秘密等于告诉全世界，艺人兴隆乐透中奖2亿元，中奖的秘密被说溜嘴了。中奖的时候应该是额头发亮，所以他中奖就比较大。鼻头大代表说他赚钱能力也是很强，所以他比较有平台。一格头后是爸，爸爸有双下巴，因为跟现在是非常好的，所以他们聊起就是聊起来就有聊到这样。大乐透49组数字，通常你会选择哪几个？有些人会选自己的幸运数字，有些人则是会选自己的纪念日。而兴隆呢，很有可能选择的就是这2组数字，因为这些数字跟他很有关系。第一组数字当中，中奖号码6号与9号，恰巧就是老婆刘真的生日。5月17正好就是夫妻俩的结婚纪念日。17号数字是有了，不过想画5号，可能是手误不小心画成4号了。而这期中奖号码是2015年3月24日，3与24也中奖。如果兴隆是这期得奖，他中的根本不止1.2亿，而是4.59亿，扣税后也还有3.6亿。而另一组可能中奖的号码6号、9号，一样是老婆刘真生日。37号则是两人交往当年，刘真37岁。36则是兴隆曾用36朵玫瑰花示爱。这组号码是2014年2月开奖，这组号码头奖2亿多，两人中奖平分下来1点多亿，和兴隆得1.2亿的说法吻合，等于是在结婚前中奖，得奖的金额很可能就是拿来举办世纪婚礼。虽然是神猜测，只能凭着蛛丝马迹找寻线索，不过兴隆低调面对得奖，也表示自己钱都拿去做善事，现在奖金也快用完，只希望大家不要再过度聚焦了。